当五位主播在小镇的别墅中进行躲猫小游戏，那今天是躲猫者获胜还是猎人呢？开始了、哎、为什么又不是我、奇怪，怎么又是我？我也被抓进来坐牢了。坐牢吧，那就坐牢吧。笑死人了。我们两个是最不会抓人的。准备好了，然后冲冲冲！哇哦！Run！ 别！哎呀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怎么手这么厉害？听我跟你，你这样炸我，只会跑得更快。你这样炸我，只会跑得更快。在发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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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他妈会让你们破防，我会让你们破防。真的假的？你们永远找不到我。我跟你说，立的 flag 越牛逼，死的越快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神怕神，神怕神。哎，真难。找你们永远地找不到我。哦吼。flag， 让你绕 flag， 不要，洛斯马斯了，洛斯马斯。怎么上房顶啊？你们是知道？嗯，他应该没上房顶。谁啊？哪里啊？哪里啊？谁啊？谁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你要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回事，弟姐？怎么用我？谁啊，弟姐？又一块。这个还跑了，不跑。暴露了。我检查过好多次这个鱿鱼池啊，为什么？不是我这个鱿鱼它尾巴不动啊。对对对。没事没事，他们马上就要被杀。你在看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，你知道吗？到我们家里秒了。哎呦，我来了。你干嘛啊？你太挂了吧你、啊！不是，这边我躲过，你知道吧？这边我躲过，所以我知道。这边我躲过了，所以我再检查一下。不要走！反而还不死啊？为什么？我的妈！为什么？快追他！没事，追他！哎，他又走了，我真吐了。没事，他要死了，他要死了！包抄他，包抄他，两面包夹姿势。人呢？把他这楼下去了，对不起。我怎么那么憨呢？我操太好了，不是我操，哪儿，我来帮忙，我太难了，演员那个，哎，那没事没事，他死了。